你不能做出一种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一切都是碰运气，而且毫无准备。等到事到临头再临时反应。世界上任何事情，等到事到临头才想办法的人，都是最下一等，都是失败者。而且最好的情况下，你也只能被人利用。能够利用人和利用局势的人，对什么事情都是事先有预判的。虽然细节决定成败，而你不可能完全算到细节，但是你至少可以像光武帝刘秀那样，见大敌勇，见小敌怯。什么叫做见大敌勇？就是他其实对他看得见的事情、基本局势事情，他都事先有预案的。有预案的事情，哪怕是危险极大，只要你就像是非常危险的癌症手术一样，只要你事先知道形势是怎样的，该怎么样做，你照样是不慌的。你哪怕是有90%的死亡率，你事先知道危险在哪个方向，哪些地方会增加死亡率，哪些地方会减少死亡率，你都会可以做得从容不迫。见小敌怯是因为小敌他是一个大军阀，大的敌人他事先有预算，突然冒出来的小毛贼他事先没有预算，而细节决定成败，这些小毛贼可能犯下大事，所以他对于这些没有预算、事先不知道该怎么做、临时才能决定的小地方，反倒是小敌人，反倒是极端的谨慎。像司马懿在遇上诸葛亮摆空城计的时候一样，我拥有大军，只要能全身而退，就算是胜利，不必为了追求靠不住的胜利而做额外的冒险。就是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天下。所以你不能够摆出对于十分明显你能够预见出来的危险，你居然事先没有预案，然后准备事到临头的时候再碰运气。这样的人在哪都是会，无论他原先资本怎样，即使他原先像袁绍一样是个学霸兼军阀，这只要他按照这种方式来处理问题的话，他肯定会直线下滑，把他所原有资本消耗得干干净净。最后，无论你站在阵营哪一个阵营哪一方，你都会被那些更有心计、更有准备的人当枪使，或者是被利用、被牺牲。所以，你事先就要有准备。你要首先立一个遗嘱，遗嘱要交给自由世界的人，事先规定好，在你不能自由行动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财产和其他事务，就像是。你已经死了，就像是西方法律，比如说英国法律规定的，探险家或者其他到危险地带工作的，失踪3年还是多少年以后，他的妻子或者如果没有立遗嘱的话，就是当然就是他妻子，或者如果立了遗嘱的话，就是他特别指定那个代理人，有权像是他死了一样处理他的财产和各种事务，这样才能够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无所牵挂。至于谁是你最信任的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要事先立好这个遗嘱，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这样一方面你不会成为人质，牵累其他人；另一方面你自己在危险情况之下需要灵活反应，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时候，你才能够不受牵累。事先毫无准备，对所有人都没有预估，哪些人是你授权的人，哪些人是一般般的人，你事先没有个适当估计，也没有明确的指定。那么你是多半要完的，做这件事情以后，事情已经成功一半。然后第二步，你是一个合法政府的主权者，在敌占区活动，犯罪集团有可能对你发动突然袭击，而这种突然袭击在法律意义上是一种超限战。你的义务、责任和义务就是，在敌人向你发动突袭，而且是不遵守国际公法的敌人，你应该给他以最大限度的杀伤，如果必要的话。就像在战场上杀死恐怖分子和非法战斗人员一样，杀死他。实在杀死不了的话，那是形势所迫，非战之罪。如果你预估到你有可能被俘，那么你的遗嘱上就要规定，要把一旦失去联系，就要把你当成死人一样对待。而你真的是要落入敌手的时候，有可能遭到药物控制，或者是其他影响人体正常生理和正常判断的危险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只有你和上帝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如果我出来这种情况，我一定要多杀几个，绝对不能活着落到敌人手里面，活着落到英国人、法国人或文明国家手里面，那是另外一回事。落到恐怖分子手里面，可能变成自己不是自己，这种前途是没有必要考虑的。正常情况之下，你是可以事先有所预兆的，而且可以以警告性的行动，因为
贵匪的一般的战斗人员，也就是列车上神务员、售票员那种战斗水平，他们自己也是极其费拉、极其怕死的，而且他们很有可能，比如说在工作中间自残以后，他的老婆孩子因为得不到待遇变成丧夫，自己被关进集中营或者什么维稳，变成什么维稳对象，所以他们没有一个是真正有战斗力或者很想打的，他们能够虚声同下，就是那种心理上已经被解除了武装。自己变成顺民性的、杨改良性的那种人，同时身体上、物质上也是不堪战斗的人。你事先必须给自己打出一个名声，就是说这种人不是好惹的，你最好绕着他走。你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唐山老阿訇那种人物，收贿赂敢收贿赂的钱，不敢收唐山老阿訇的钱，因为唐山老阿訇肯定会打他一顿。打他一顿以后，他向上级调兵遣将，上级会说你是个白痴，我的手头的人嘛是为了维护领导安全的，你算个毛，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说明你做不了这个收费检查员。来人呢，先撤了他的职，然后他敢上访的话，再打他一顿。愿意安安稳稳住在收费站里面赚钱的那种人，我要几百个，你签个要多少多少。你有了唐山老阿訇这种名声，才是你真正的安全保障。遵纪守法反而会使你更容易得到功绩。你有了唐山老阿訇这种情况，你干什么事情？即使你是臭名昭彰的严打对象，那么执行严打对象的人仍然是我刚才说的那种跟列车售票员差不多，自己有可能沦为维稳对象的傻逼。他必然会说，我找一个良民，软弱无能，又不会打，又没有关系，又不会闹的良民，安一个打黑除恶的队形，哪怕他就是个退休人员打打麻将，他有本事上访啊，我完成指标我就能够升官。相反，找一个唐山老阿訇，哪怕是个十足的黑社会，打他没有打赢，结果我还得鼻青脸肿去找上级搬兵，上级认为我是个没有工作能力的人，我傻逼啊！结果我很可能会放弃过那个真正牛逼的唐山老阿訇，去找一个屁也不是，就是私下里打了点麻将牌，赌了赌钱的退休老人，把那退休老人打成打黑除恶的对象。你就是要事先就要把自己搞成个唐山老阿訇，那你就有90%的安全保障。最后那一层，那是即使是理查德国王和萨拉丁都必须把命运交给上帝的战争问题。你不能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动挨打的心态上面。你要明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已经知道满洲国存在而且敢支持满洲国的人，就凭你知道这些信息，你在沦陷区居民中间也是排在前25%，多半是排在前15%的。杨改兰那种性质的人，真正的贫下中农，他根本不会知道地球上有满洲国这种东西。你知道了，你就已经比4/3的沦陷区居民能打能拼，也就是说，你有2/3以上的机会，你比普通的警察之类的更能打。你按照这种估计去调整自己行动，你千万不要把他当成什么执法人员，就要把他当成一个执行恐怖组织任务的非法战斗人员，这样你作为满洲国爱国者的身份和法律地位才能站住。用这种方法对付他，你才能有最大的安全保障。如果你跟他打了，把他打死了，或者是没有打死把他打败了，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你怎样尽快逃出沦陷区，或者是逃到沦陷区内部，但是恐怖组织管制不住的边缘地带，像唐山老阿訇那种地带，或者你就逃到西方世界，刻不容缓地做这两件事情，这就是基本的操作流程。流亡政府当然要行使主权者的权利，立刻对有关肇事者及其上级发布通缉令。比如说，肇事者是某某市的某某公安局某某人，你立刻就对该市和他的上属省的主管公安干部或者是其他类似主管干部，如果不是公安局人的话，其他人的话，发布通缉令，命令满洲国爱国者立刻逮捕，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他实施公民逮捕，对这个非法战斗人员实施公民逮捕，如果他正在作案过程当中，可以当场击毙，公布他的，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在逃的犯罪分子，公布他所有的信息、财产、海外资产、3亲6戚、工作单位、历史上上过的小学、中学、大学，如果他上过大学的话，工作过的所有单位，给他有联系的所有联系人，警告这些联系人不得跟这个非法战斗人员发生关系，要协助满洲国的爱国者将他逮捕归案，这样就可以给他最大限度的心理打击。根据我对费拉的了解，一般的费拉是，如果你是个无辜而受害的人孤苦无告，那么他们会到处起哄，帮着
恐怖分子来迫害你，希望能够从中间分一杯羹，像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和历史政治运动当中一样，只要你是受害者，而且你没有力量反抗，我就想办法义正辞严的假装相信你是个坏人来分你杯羹。相反，假如你是个危险的白宝山一样的流寇，或者是一个有很大海外背景的达赖喇嘛属下的人，只要跟着维护了他，说不定还能够捞到一个就去海外的机会。那么广大的费拉会偷偷的舔着你，甚至还会根据你的警告和意志去打那些不知趣的跟你作对的人。假如那些跟你作对的人，哪怕他有一个公务员身份，只要他是出生于孤弱的费拉阶级或者无产阶级，是经不起打击的，完不成任务，上帝不会保护他，反而会惩罚他。而他自己的三亲六戚，他自己社会关系极其脆弱，经不起打击。那么你用这种方式，足可以使广大的永远是恃强凌弱、永远毫无道德原则的费拉，反过来嘲笑、打击、迫害那些完不成任务、反而被领导抛弃的可怜巴巴的基层维稳人员，使他们用他们的下场给大家做一个榜样。请看，得罪了唐山老阿訇就是这个下场。那样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谁也不敢得罪唐山老阿訇，或者是类似唐山老阿訇的人，最后只有等事情闹到，比如说像东突厥斯坦那样，本地的任何殖民者或者是任何公检法机关都要绕着他们走，这时候只有出动，只有习近平亲自出马，派一个陈全国这样的钦差大臣，出动几十万大军，全国几大军区，每个军区都要出动大军来打一场游击战，才能解决问题。出了，等到这个时候，你其实已经成功了。同时，你在对沦陷区发出上述的通缉令和采取上述行动的同时，在自由世界可以对他们的主管人员级别越高越好，最好就是习近平本人，因为他必须为中国恐怖组织的一切行为负责。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他们提出民事诉讼，要求扣押他们在西方世界财产，来赔偿被他们损害的满洲国爱国者在沦陷区受到的损失。按照普通法、英美法的普遍规定的话，法院是根本不管你什么背景，你来告就行了。比如说你告习近平、王岐山，你指出在加州的某某某房产是他通过某某某情妇或者某某某秘书为自己购置的，你要求扣押这些房产，或者是某某某在你人的银行存款，为他损害的某一位满洲爱国者的利益提供补偿，而该满洲国爱国者已经要么他已经立下遗嘱或者什么文件，委托满洲国流亡政府处理他的一切利益，要么他就是没有立下任何文件，在没有立下任何文件，而本人又被恐怖组织控制或者是杀死的情况之下。他所在国的政府，比如说英国人、法国人在海外被刚果次仁部落杀了，即使他没有立下遗嘱，那么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也当然是他利益的保护者。如果他被申个林星或者其他人搞死了，那么皇家海军和法兰西军队就不需要得到任何和遗嘱，都可以为他报仇。你可以根据这个权利，照样可以根据这个权利，以满洲国流亡政府的名义向英美的法庭控告，不是控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是控告习近平、控告江泽民、控告胡锦涛、控告王岐山、控告这些具体的治安人，扣押他们的海外资产，赔偿你，由你负责赔偿公民的损失。法院不一定会判你胜诉，但是他很难拒绝你的要求，拒绝你的起诉。而起诉的过程搞得沸沸扬扬，震天价响，无论审判的结果是怎样，操作的结果怎样，都只会对满洲国有利，而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利。跪毁的行动是一个火力试探，火力试探意思就是他要搞清楚你到底是谁。你有可能像杨改兰那样屁也不是屁民，那样的话他不但要整你，而且在上级下达打黑除恶指标或者其他什么指标的时候，他惹不起真正的黑老大的时候，他可以杀将冒功，就凭你没有抵抗的这点就拿你去填补他的任务，省得他去抓捕真正的黑社会的时候还要打自己头破血流，多不划算。他要看一看你是不是一个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是哔哔哔哔哔哔哔一天到晚嘴响，实际上真的出了事以后谁也不会管你，那样的话问题也很简单。如果他试出你是很难惹、很牛逼的人物，需要绕着你的话，
那么以后他就需要采取第三种行为模式了。这个实验有可能来自于具体的 GDP 利益集团的地方维稳部门的人，他就是要达到上述目的。也有可能来自于真正的国安，上层的国安，他要试一试满洲国这个组织到底有没有达赖喇嘛的组织那么硬，还是只是一批冒名顶替的，或者是想办政治庇护的投机分子组成的。当然，他提供这个实验对于你来说就是个练兵的机会。你如果做得出跟达赖喇嘛一模一样的事情，你就能够得到跟达赖喇嘛一模一样的地位。只是在初始阶段，你的实力会比他弱得多，至少要几十年经营以后才能达到他的地位。但是，只要你的路是正确的，贵匪是拿你没有办法的。他的行为就像是孙中山伦敦蒙难，大大增加了孙中山在海外流亡者当中势力一样，会大大增加满洲国流亡政府势力。相反，如果你怕事，表现得像一批很容易被绑匪敲诈人质家属，让他们轻轻牵着走了，那么你的人质就死定了，而且你的流亡政府也会搞不出什么名堂来。这就是对你自身政治素质的考验。十八路反王，72路烟尘当中只有一个李世民，无数海外流亡组织当中有几个达赖喇嘛呢？你能不能够做成达赖喇嘛，能不能做成李世民，主要不是看你资源大小，因为开始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没什么资源，而是看你做事的有没有正确的方式。如果有正确的方式，散落在四面八方的资源会自动的吸引到你当中来。反过来，原先一度积聚到你身上的资源，像1990年前后、1995年前后曾经积累到纽约民运、巴黎民运身边的资源，也会在以后日子当中随风飘散。对于满洲国的爱国者和足下爱国者来讲话，时间表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要准备在2025年，比如前后，也许是2028年，也许是2021年，但是不会比2021年更早。最高峰应该在2025年，中心曲线最高峰应该在2025年。这场决斗当中展现你的战斗力，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显然是筹强练兵。如果条件具备的话，如果条件不具备的话，就扩大影响，争取做到条件具备。扩大影响的方法很多。比如说像克鲁兹参议员这样的人搞游说活动，说服他们来支持你。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样，在美国法庭控告在你们自己的祖国境内虐待你们自己爱国者和公民的恐怖组织成员，同时借此机会扩大自己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之下，就可以运用小规模的武装部队对非法战斗人员罪恶昭彰的某些行动实行直接的制裁。在军事能力尚不具备的情况之下，你也可以利用费拉社会怯弱的本质，对贵匪的爪牙们，那些基层干部们地位并不是很高，安全并不是十分有保障的基层干部，人肉他们，曝光他们，使他们的三亲六戚在自己各自社区里面做不了人，混不下去。你如果得罪了唐山老阿訇或者诸如此类人，你的三亲六戚，哪怕你是一个公务员，但是背景如果不十分硬，或者自己手里面没有属于自己私人的黑社会武装，而是仅仅凭纸面上的权利的话，你都会日子非常难过。就要按照唐山老阿訇这种做法去让他们日子难过，通过让他们日子难过，在江湖上打出你自己的威望，切记不要做出一副，民运和访民经常做的，哎呀，我多么无辜，我被欺负了。这种做法在菲拉社会就是释放了大家都可以欺负你信号。你要展现出你有能力欺负人，尤其是有能力欺负一些贵匪的爪牙，是一些杨改兰一样的贫下中农害怕的对象。你欺负这种人成功了以后，大批的费拉会出于恐惧你而说你的好话，把资源送到你脚下来求你保护。
在任何情况之下，安全都是靠武力来维护的。而你的对手是超限战的执行者，他对一个比如说有加拿大公民的加拿公民身份的加拿大华人，只要他是出生在沦陷区的，都是会采取恐怖行动的。所以逃避绝对不是办法，你只能用你的伤害能力来争取你的安全。你的伤害能力越大，你就越安全。因为说别人伤害你付出的成本越高，这个都不是嘴上说说的，你要实际上干出来了。要让得罪你的人实际上处在非常尴尬非常狼狈，而事实又证明贵会不会因此补偿他的损失，给会他们做出一个榜样，这样实实在在做出的榜样才是你的安全保障。或者你不如问我，在公务员系统干了这么多年，在贵会的有非法战斗人员把持的学术机关又干了这么多年，一天到晚都在说剿匪先于主义，剿匪如何如何，剿匪如何如何，我是怎么混过来的？答案就是这个样子，伤害我或者是扬言要伤害我的人会受到我的直接打击，而贵会却对他们的保护从最好的角度来讲都是极不周全的。这样做结果，广大的会拉们，卑鄙的软弱的会拉们会认为你有背景，要惹你之前是需要非常三思而后行的。你们现在的层次，也就是说你们在建立自己的流亡军队以前，你们实际上还不具备有交战集团蔡松坡将军和藏人流亡政府所具备的种利用价值，所以你们只要能够让有建制的政权，比如像克鲁兹参议员那种人知道你，同时民间有些团体同情你啊，愿意给你援助，你就算是成功了。